下哈、哦，好，不要急，来，我们正前方再一次哦。好，今天呢是 SHE 花又开好了第一场在台北的签唱会，真的要很感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热力支持哦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好的，他说不争摇一下裙摆，并不是叫 Ella 把这个 Selena 裙摆掀起来，好不好？请注意，他不要曝光哦。不要太高了，这位大姐，好，可以吗？谢谢。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 SHE。好的，在三位要跟大家问好之前，我们要用现场所有朋友们最大声的尖叫声来欢迎 SHE。请问，在今年最热的一团是哪一团？我现在不但汗如雨下，我都快泪如雨下了，感不感动？感动。以前看到的他们带给大家的是喜悦，现在看到他们除了是喜悦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热情，跟让大家看了之后我觉得太感动太感动的心情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从 Ella 开始，要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？今天花又开好了，再次跟大家要分享这个很开心的时刻。很开心，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办这样子的活动了，是真的至少有3年的时间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大家昨天晚上很多人来排队，然后昨天晚上气温又非常的低，还有下一点小雨。对对，大家真的很辛苦，就是很谢谢大家。大雨，对不起，大雨辛苦了，是大雨很辛苦了，但是你们的心都是热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对，而且呢，不但是因为哦，昨天下了一场大雨，让大家觉得说辛苦，辛苦吗？不辛苦。值不值得？值得。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，对不对？对。来 ，Selena 跟大家问个好，想你们啦，爱你。对，很感动，是。还有这么多人就是愿意排队然后淋雨，就是觉得很谢谢你们。是，嗯，我觉得刚刚 Selena 说了，哎呀想你们啦，我们应该也要回应她一些这种感觉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说 Selena 我们也想你啦，好不好？记得身体的扭动要出来哦。 Selena 我们也想你啦，拿着相机身体动，手可以不要动。好嘞好嘞好嘞，3、2、1，你们要用你的右肩去碰前面的人的右肩，大家都动右肩哈。好，来来来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刚刚有没有看到馥甄特别示范的啊？想你了，她是柔媚的 ，A 老师想你了哈。男生就做想你了，女生就做想你了。右肩，右肩，右肩，右肩的哈，右肩的蠕动。好，来来，3、2、1，Selena，我们也想。少数人在动哎，必须说有几个男生做我有点点不所以很想想你了，太可爱了。谢谢谢谢，请 Hebe 跟大家问个好。嗨，你们好吗？看起来还蛮活泼有精力的，那我就放心许多了，真的是辛苦大家了。对，我们要请这个三位哦，你们手上都有很可爱的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朵花都有不同的含义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我们先从 Heb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，你手上的花代表什么？这个是绣球花，主要这两朵，我自己很喜欢绣球花，然后他们分配绣球花给我，是希望你可以现场抛绣球，绣球，希望能够可以把 Hebe 娶回家。是他不一定会抛，所以他只往上抛，不往远抛哈。好的，他手上的是绣球花，对，所以想拿到 Hebe 绣球花的举手。我看到有带女朋友来的也举手啊。好的好的，回去要由你瞧的哈。
Miss K 先等一下，先 hold 在手上，然后幸福要选对人才能抛的。对对对。好的嘞 ，Selina 手上的呢代表什么？桔梗，桔梗，桔梗，桔梗跟玫瑰。是。桔梗的花语是什么？哦，漂亮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三个在台上聊一下哈。我们开一个聊天室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对。手上是桔梗跟玫瑰，是因为玫瑰就是看起来很温柔。我知道了，错。桔梗，你知道为什么叫桔梗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每次看到你，就觉得你太美丽了，让我结结巴巴，好像很多爱慕的话都梗住了。哎呦，好会讲哦！你好会讲哦！结巴到话都梗住了，对，这叫桔梗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。而且其实很多歌迷看到我们也是结结巴巴，然后话都哽住了。没错，而且哽住不了，还要叫你哽住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结梗有另外的含义哦，就是每一次 SHE 一出场的时候，他们的话都是超有梗的，对不对？让大家心情都很嗨哈。好，来，先生啊，不是先生，小姐，小 sorry， 喊太太了。我则是比较无聊，就小太阳嘛。怎么了？哎，小太阳是谁？哎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小太阳啊，太阳花，他旁边也说钟汉良。我以为，哎，怎么突然变老艺人了？对对对，他们好像没有反应，是没听过这首歌啊。好的，小太阳呢，在 SH 当中的小太阳就是 Ella 陈嘉华，对不对？太阳花啦，向日葵，对，嗯。所以呢，每一次 SHE 出现的时候，带给大家就是如花般的灿，如花就是像花一般的灿烂而且美好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在这个专辑当中又附上了我们这向日葵的种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在一起，然后跟 SHE 跟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来分享你们在一起的小小日记。你们有中吗？有中吗？有。其实很多歌迷都会 po 到 FB 上，然后都看到很多人已经在发芽了。我们的也发芽了。我们的已经长出茎了，你知道吗？就长高了，是你们的啊，才发芽而已啊。回去要种哦，哈，这等于是 SHE 跟大家的感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每一次当他们出道的第一天开始，大家就真的是快乐的小种子，陪着 SHE 一起成长，对不对？那在今天呢，我们除了现场那么多的歌迷朋友们之外，我们也看到好多家人跟亲属来到现场哦。Selina， 你有看到那个任拔吗？有，他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哦，好帅，好帅，感恩感恩。合体热霸，啊，热霸，等一下啊，没事啊，也在后面啊，直接啊，对，合体，而且这里是热妈也有来啊啊，那这下合体有望了，哎，你不要这样说哦。你把他们的计划给现在就讲出来，害他们待会儿的梗就没有地方用了哈。任拔，感恩哈，感恩。因为刚刚那个任拔说，哎，说哎，任拔怎么还没有进来？他说在外面被堵住了啦，一堆人找他拍照哈。那他一进来跟我们的摄影大哥说，感恩哦哈，谢谢你们一路以来对于 SH 的支持。那刚刚说了，花真的要投出去吗？没有啊，要不要？不要啦，不要哈，这个被砸到会痛。我跟你说。本来想做一个梗，可是你说抛出去接到人要娶她，她就那不要了，就怕了哈。好的，先问问，等待了那么久，想不想跟 SHE 一起大合唱？现在我们就让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喉咙哦，要不要听 SHE 唱歌给你们听？要不要小小的跳动给你们看？我们要欢迎我们的 dancers 们来台前，谢谢你们。花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哈。唱歌先不要搬电风扇吧，好，拍画面，再忍一下。你看，我们 SHE 就这么贴心，为了让每个这个摄影大哥拍起来很美。